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些真正令人兴奋的东西，准备好揭开橡胶板生产背后的秘密。我们将带您参观独家工厂，但在我们深入之前，让我们从一个小预告片开始。您能想象制作这些多功能电子的复杂过程吗？请继续关注以了解详情。但首先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惊喜，在这段视频中，我们将分享一些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橡胶板的有趣事实和内幕消息，继续观看来发现这些宝藏吧。在我们深入研究制造过程之前，让我们花点时间看看橡胶板对各个行业的影响。从健身房和学校到仓库和厨房，这些电子提供安全、舒适和多功能性，留下来发现它们如何使您受益。这一切都是从原材料，我们首先精心挑选优质橡胶混合物，它们是铸造耐用且柔韧的橡胶板的基础。从天然橡胶到合成混合物，每种材料在决定板材的最终性能方面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准备好原材料后，它们将经过精确的混合和加工阶段，专用机械用于将橡胶化合物、添加剂和填料混合，形成均匀的混炼胶。此步骤对于在橡胶板中实现一致的质量和所需特性至关重要。现在是迷人的部分，胶片形成，将橡胶混合物送入机器，将其压平并成型为薄片，然后仔细检查这些板材的厚度、光滑度和整体质量，以确保它们符合要求的规格。硫化是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步骤，橡胶板通过热轧机，在那里接受受控的热处理和压力处理，这一过程增强了板材的强度、弹性和稳定性，使其适用于广泛的应用。当板材接近完成时，他们会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检查，以确保每张床单都符合耐用性和性能的最高标准。这就是您要了解的橡胶板生产过程的独家幕后花絮，从原材料的选择到精细的制造和质量控制，每一步都对打造优质橡胶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希望这次工厂参观能够提供宝贵的见解，并让人们对生产这些基本部件所涉及的工艺和精度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我将演示阻燃橡胶板的阻燃测试，你绝对不想错过。从它们提供牵引力和缓冲的能力，到它们对油和化学品的抵抗力，橡胶板已被证明在各种环境中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它们提供真正与众不同的安全性、舒适性和耐用性。感谢您加入我们这一迷人的橡胶板生产之旅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获取更多引人入胜的内容。